开始了哈。好好。可以了。好。然后到时候克数太少的话，像类似这样巴苏达，如果是七八克、八九克，如果太少的话，我们可以调配放长时间，我们可以把它加到50还是60，它放长出来就多了。好了，启动。这个是60的哈。这个没有，这个一个数据也没什么。这个它应该是一个数据。你先停一下。这个如果要调少，就是先按这个设置，然后这个是加，这个是减，我们把这个数值减到50，然后再按一下确定设置。然后这边显示50，等一下这边包出来就是50了，这个就是50了，两包不一样，看到没？好，这个是60的，这个是50的哈。